Hello，Boss，您在想什么？搜寻亲吻。亲吻，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是人们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。亲吻也是表达爱意的一种行为。你还好吗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一直都在这里啊。我现在在哪里？你房间呢？我躺多久了？一直躺到天亮啊。哦，头脑好乱啊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Boss 悲壮地喝下两杯酒，接着突然炯炯有神地向前凝视，接着往后一躺，不省人事。大概就是这样，报告完毕。所以我一直在房间里面没有出去。嗯，一直在房间睡到天亮。Boss， 您在想什么？搜寻亲吻。亲吻，在欧洲和拉丁美洲是人们最常见的打招呼方式。亲吻也是表达爱意的一种行为。根据研究，亲吻也可能具备嗅取荷尔蒙的原始生物意义。接吻一次可以燃烧2-3卡路里。好了好了。Boss， 您怎么突然对凡人的七情六欲感兴趣啊？现在几点了？十点了。Boss， 今天这么晚了。啊 ，Boss， 刚刚您电话响了很多声，应该是夏天晴找你。哎，快！你看吧，跟李白没什么两样。